三十几年冇见，你仲认唔认得你嘅同学呢？一班温莎大学天主教中国同学会嘅朋友最近再一次聚旧，感谢呢一个团体当年点样喺生活同埋信仰上帮助佢哋。生命恩泉今个星期日下昼4:35，呢班老同学就同大家分享佢哋点样薪火相传，继续喺各自嘅岗位上发光发热，为主作见证。